我覺得呢五年試咗好多拍戲上嘅嘢咯，因為入行嘅時候可能想唱歌多啲，冇乜諗過會接觸到咁多拍電影或者拍電視劇嘅嘢。五年前我都冇諗過自己跳舞嘅，咁啊適逢加入咗 Mirror， 咁我覺得係 Mirror 入面有好多首團歌日積月累翻嚟嘅經驗，咁所以就令到自己會作出呢個跳唱歌嘅新嘗試。喺 Mirror 入面累積咗一啲跳舞嘅經驗，一路日積月累諗跳啦，學到啲少少跳舞嘅技巧，咁就覺得自己都可以嘗試一下。我最大轉變可能由初出道即乜都唔識，即係對拍攝啊、對鏡頭啊、對製作啊，所以完全都一竅不通。但係到而家可能都有一個好基本嘅認識，亦都可能會有好多機會可以嘗試參與喺入面，即係可能點樣去做一個好嘅製作啊，或者點樣做一個好表現。喺呢啲方面上，我覺得大家都有好多好大嘅成長嘅。以前都是一個對自己很沒信心的人，但是因為有熟一個兄弟的力量幫助我，陪我一起成長，跟住又多了很多舞台的經驗，更加可以令到自己在台上那個自信要散發出來。之前一出道唱歌都是我相對有少少的項目啦，咁經過呢幾年嘅努力訓練之後咧，咁就開始有少少收成，咁就開始穩定啲啦，咁就覺得可以上台 enjoy 唱歌啦。咁如果唔係以 Mirror 身份出道嘅話，都唔會想象到自己會係一個演員啦。即係以前細個睇電視睇得多啦，咁但係即係冇諗過自己會有機會喺電視嘅劇集裏面出現啦。咁就算一開始第一次演戲都覺得哇好緊張啊，完全食曬螺絲咁，但係慢慢而家由本身好驚演戲，到而家好中意演戲，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自己最想象唔到嘅一個突破。最大突破令到我最有自信嘅 project 應該就係之前嘅寫精算啦，做完覺得自己真係好似做咗啲嘢啦。我覺得我下一個目標，我覺得如果講導演方面，可能睇下會唔會呢幾年可以可能有一套長啲嘅作品，音樂上面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探索一下唔同嘅你做嘅嘢。個人嚟講，最大突破就係之前無論係近期嘅主題曲。做到使用者用手質唱嘅預翻，我自己都喺 rap 嘅部分，嗰個部分嘅參與令到我覺得好大突破嘅，因為我唔係淨係去演繹，我仲有參與填詞啦，由構思到錄音掉上個台啦，好似有一種一手包辦嘅感覺。希望可以繼續做多啲節奏明快、帶到能量俾人嘅歌曲俾大家。入行越耐就知道。越多嘢做得唔够好，觉得自己自己有好多地方局限咗自己嘅可能性。而今年係认识自己最多喺舞台上不足嘅一年。你做所有嘅突破又好咩都好，你都係需要基本功去支撑。所以要提醒自己，可能第六年都係要提醒自己唔好自满。我會更加踏出嚟，地公眾睇到自己嘅，無論喺社交平台啦，同埋或者平時睇到啲訪問啦，我都睇到各人都會好支持多咗，即係好 support 我。哦，梅基中講多咗嘢啦，多咗啲嘢睇啦咁樣。咁其實呢啲係一直我都覺得有少少唔敢拎出嚟嘅嘢，但係原來我拎出嚟，大家都。又舒服，我又舒服，咁原來係一件好好嘅事喎。咁我嚟緊都會繼續將自己拎多啲自己出嚟俾大家聽。第六年好想做多啲 focus 多啲音樂啦，跟住可能每年開一個音樂會同 fans 見面啊，又或者可能出一隻碟，跟住去俾大家珍藏記錄一下。咁希望之後可以做到一個大家都肯定自己嘅歌手咯，即係建立多啲里程碑咯。我覺得呢五年 Mirror 嘅成長就係每個人嘅風格越嚟越突出咯，每個人嘅
個人嘅性格啊、作品嘅性格、啊、都越嚟越明顯，而同時間越嚟越成熟咯。呢個係最容易睇到嘅成長同進步。踏入第六年，我最想嘗試嘅就係電影拍咗啦，試下可唔可以十二個一齊做舞台劇啦。呢個挑戰如果挑戰到，真係大挑戰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